不许人都不老实啊，我们怀疑佛语，我们怀疑哦。所以呢，就说当你真正的听把佛法听进去的时候，老师说呢，你就要起这种忏悔的心，你会忏悔。因为呢，我们无始以来啊，我们都没有老实的听从佛的话。那个一边做国语读诵，那赶紧还在那里写，大家都是那上面。那么老师说了，那么大家呢？我们大家就在这个世尊跟弥陀的一天跟扣语的这个，我们说的当夹心饼呢，大家都是夹心饼啊，那大家心情怎么样啊？这事儿我不多言。安乐不存在的，目标也没有。那么老师说，如果当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在召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跟阿弥陀佛说对不起呀，因为我们让阿弥陀佛长久以来让阿弥陀佛一直等着我们啊。我这个他妈妈还有一斤呢，还有一斤呢。释迦牟尼佛呢？